为了开发火星，从基地上空发射了一颗载有6枚原子弹的火箭，但在向宇宙空间站发送过程中，因事故在太平洋上空坠落。其中一颗原子弹在日本海沟5000米深海处爆炸了。剩余的5颗中已经找到了4颗，只有1颗还没有找到，现在正在对海底进行搜查，要找到它还需要时间。那4颗原子弹的安全装置都已经脱离机体，剩下的那1颗也不例外。原子弹如果受到撞击，头部的指示灯就会发亮，紧接着20秒之间就会爆炸。就是说，有些船在充满危险的海域里仍在航行着。对，如果原子弹在东京爆炸的话，关东一带就会化为灰烬。太好了！一初，你去哪儿？我想我们大家应该行动起来，去搜寻那颗原子弹。对吗？不要着急，海上保安厅靠的是我们这儿。动脑子？对，要想办法不去海底也能找到原子弹。那是不可能的，太平洋那么大，上哪儿去找？用用智慧吧。早上好。嗨，你不会去旅行吧？对，就现在。啊，就现在？哎，队长，我们大家都在为任务拼命的工作，可是秋子小姐却要去旅行，这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妒忌了吧？可是现在这……别吵别吵。秋子队员自从入队以来没休息过一天，是我让她特别休假的。所以今晚要在夜山游艇基地住一宿。对不起了，一初队员。可是一个人很寂寞的。请别担心，已经有同伴了。啊？什么？带谁去？这是个秘密。让您等久了。原来是星野君呐。我和姐姐一起去。星野。船长，右舷发现白色航迹。原子弹！报告说，巡视艇在搜寻中遭到沉没，有个船员送进了医院。有人活着？是的，他一直在说着胡话，像是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白色的。队长，那到底是什么？很遗憾，目前还不清楚。早田君。是。去世田谷国立医院调查。是。
白色的航机，原子弹，庞大的怪物，快躺下，服用镇静剂，安静点。他一直说着这些胡话。队长，我是早田。怎么样了？他喊怪物、原子弹以及白色的航迹。什么？白色的航迹？有报告说，在飞往美国的客机上也证实，从巡视艇沉没的地点有条白色航迹向日本本土的北部以及东北部行进。就是说，航迹正在接近本土了。那这样的话，向千叶的管山过来了，我开车去。秋子和星野在这里度假。嗨，接好了。落后很多了，道子，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啊？输了球不高兴了，人那么小却那么早熟，你真啰嗦。哎呀，我一点也不啰嗦。道子，妈妈要出去了啊，你坐好。道子，你不嘛？我不要出去。那么我3点钟左右回来，道子，请您照看一下，拜托了。好的，那您请吧。那么拜托了，谢谢。切，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下面该轮到道子打了。这种东西我可不感兴趣。来，我只对棒球感兴趣。你们会打吗？你真厉害啊，道子简直是狼吞虎咽了，哪像姐姐你吃得那么秀气。姐姐，饭粒粘在衣服上，像小孩子一样。早田，据巡逻机报告，在大岛南方看不到白色航迹了。明白，我现在就赶到松叶旗。好的，明白。白色航迹是什么？怎么了？看那儿，一定是他，白色航迹，是本部吗？我是秋子，在饭店前方海面上发现白色航迹，在海面上速度快得惊人。什么？白色航迹？我立刻派人来。蓝军，嗨。秋子那里发现白色航迹，你立刻坐飞机去。是。哦，你去哪儿？去燕山游艇基地。队长，一书代替秋子留在本部。队长，蓝军这家伙真走运。我可倒霉透了。吃完回去吧。道子，睡着了吗？我送你回房去睡好不好啊？不嘛。真急人。一出是镇静点坐下。可是队长，我你说这种时候如果秋子在的话，秋子会怎么样？一定会给我端咖啡。咖啡，好。
发现白色航迹。啊！白色航迹向这里迫近，我派人赶到，随时保持联系。是。早田，早田，火速赶到夜山游艇基地，白色航迹出现了。夜山游艇基地，明白了。队长，让你久等了。李初，哎，队长，味道怎么样？你喝喝看。像洗澡水。队长，我是早田。我是孙松，怎么了？怪物袭击夜山游艇基地。明白。特搜队正向你们那里去了，你听从早田的指挥。明白。我是早田。早田，白色航迹的真面目查清了，是怪物拉古，身高大约有30米呢。拉古是日本海沟的海底猿人吗？没想到居然有30米高。可能是受原子弹放射能的影响产生了变异。可怕的是拉古身上悬挂着那颗原子弹。原子弹现在对三浦半岛到关东正发出紧急的避难令，救他们早田，快一点！太可怕了！500米处，飞行器可以着陆，快点逃！明白。哎，秋子，快逃！秋子，你怎么了？我是科学特搜队的，请吧。秋子很危险，攻击吧。蓝军，不能用枪打。如果原子弹爆炸就完了。放心，我们马上就来，要顶住。就在眼皮底下，不能打。早田，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你要争取把原子弹夺回来。拜托了。
走。别惹拉弓发怒，你要想想办法，这关系到几千万人的生命。把原子弹想办法从拉弓身上卸下来。可是秋子和两个孩子，飞行器被击中了，但是蓝已经跳伞了。对呀，拉弓喜欢听音乐。嗯，那就试试看好吧，在巡视艇上放音乐，把它引到海里去。是。喂，在巡视艇上放音乐。停下，快停下，停止放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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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放射线的缘故吗？这就是说，拉弓既喜欢音乐，也有疯狂的归巢本能。奥特曼，你怎么还不来呀？奥特曼，你快来呀！拉弓，过来，过来！啊！啊！哎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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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啊，奥特曼，你果然来了！
支撑奥特曼的太阳能在地球上消耗得很快，如果太阳能储存不多的话，红色指示灯就会发出忽明忽暗的光，如果红色指示灯不亮了，奥特曼就会失去力量，再也站不起来了。原子弹离最后爆炸还有十分钟，可奥特曼的时间也快到了，走，快跑，走。5 4 3 2 1，爆炸。刚才是奥特曼吧？嗯，知道了。早田君，奥特曼被炸死了吗？奥特曼为了挽救地球和人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早田君，奥特曼没有死，对吗？早田君。不要紧，他是个不死之身。嗯，好样的。